是什么地方？让我回去啊！我有好多都想。行了吧？怡真啊，那个男生好奇怪哦。是有那么一点点啊。那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走。同学，你还好吗？你有受伤吗？还是你迷路了？没有。没有。都有。都有。那要带你去医院吗？我是来游学。游学。高中哎，游学。哦，高中游学啊。高中啊，我们刚好也是高中生哎。嗯，你要去哪间学校啊？我们带你去啦。我还没决定。你饿了吗？不然我们先带你去吃饭，再慢慢聊吧。好啊，肚子很饿哎。如果啊，你还不知道去哪间学校，我等下可以给你一点小小建议啦。哎，就因为缺几堂课没去上，校长就把我丢到别的星球，说什么应该去向别的星球年轻人学习学习。可是现在这样明明就是放逐嘛，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回去呀？好吃哦！哇，谢谢你们，没想到鱼类东西这么好吃。所以你是从哪里来游学的啊？国外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难怪你不知道念哪间学校啊。谢明儒，你真的很幼稚哎。哦，这是技术好，对不对，佳琪？新朋友，你好，我叫林凯文，我是从国外来游学的，叫我。凯文就好，来游学太酷了，哪间学校的？他说他还不太认识这里，所以还没有决定。那要不要我们带你绕一绕？我们四个刚好都念不同学校，也许对你会有点帮助哦。你好像很怀疑，你知道人最怕的是什么吗？刻板印象，丢掉丢掉。虽然云林不是什么繁华的大城市，外表朴实点。但是你只要去认识他之后，你会发现他其实很不一样的，就像北港大饼，虽然外表朴实无华，但是一世成主顾。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，那就赶快带我去体验吧。我最近刚好修了一门建筑文化的课，与闽南在地古迹的课。包你这个外国人眼睛为之一亮。真的吗？上回你不是说要去朝天宫？啊？你们在庙里面上课？不是啦，是古迹里。朝天宫有许多全台第一哦，像是1775年的龙柱，它不仅雕工精细，也是第一个清朝乾隆皇帝落款的龙柱。还有历史悠久的赤虎窗，赤虎窗左右各有四个字：宫、参、照、画、德、配、乾坤。单一画窗有两只赤虎的字样哦。哎呦，不错哦，雨如不愧是北港的代言人哎。认同。当然啊，北港是我的家，这只是牛刀小事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带我去吧。没问题，我哦。这是节省时间用瞬间移动包，让你们瞧瞧这个外国人厉害。等等，你说的外国是指另一个星球？那你为什么来这个地球游学啊？对啊，简单说，我就是被上面退学，所以我知道你来地球重修，对不对？对，重补修。所以这一次重补修可不可以过关，就麻烦大家帮忙。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Go。那我们到啦。搞什么？抱歉，我技术不太纯熟。
文啊，你还是回家多练练吧。干嘛这样？熟能生巧嘛。明如为什么带我们来这边？哦，因为这里是学校导览课程的现场啊。这间老戏院在1971年歇业，现在已经改建为一层喽。啊，对了，你们看这个放映孔，这就是以前放映师站的地方哦。透过实际走访历史古迹，还有老师的讲解，让我们更了解这里的历史，也培养我们向别人介绍自己家乡文化的能力哦。还好有这样的课程，不然现在的年轻人路过一定不会注意到的。我突然觉得好有使命感哦。与其读书，不如走进历史，看得到、摸得到、感受得到。这样的课程确实让你们的情感连接很强，也看得出你们对于在地的文化认同感很强哦。参观完后，你会发现认同感不是无中生有，而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哦。对了，凯文，可以再借我一下你的背包吗？去哪？林路，凯文，我们来拍照吧。好。回身二回首，凯文，你的技术果然越来越进步了哦。在云林骑单车是认识在地文化最好的方法，不止古迹资产也是一样哦，像是北港的饼铺，还有园长的黑金刚等等，而且还可以随时停下来补充能量呢。看你是肚子饿了吧？明如，那个是你们老师吗？好像是哎。那我们也过去看看，他们在介绍什么。好，走吧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来到北港这一家饼。呢是公口老街里面生意最好的少数几间饼铺。那它为什么会生意那么好呢？是因为它所生产的大饼呢是采取我们北港当地的花生、芝麻当作原料。各位同学呢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家灯笼店呢，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我们这一条公口老街历史最悠久的店铺，清同治5年就创立了。刚才的文化之旅好有趣哦，我现在脑袋里面塞满了好多东西，快要爆炸了。我对云林产生了好多兴趣，还有什么课啊？我要上。你也先休息一下吧，我现在好热，需要一台电风扇。好啊，没问题，那我就带你们去做风扇。自己做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出发吧。Go。各位同学，我们在海边呢可以看到这样的风力发电机，而风力发电呢就是把这个风能转变成电能的一个过程。我们今天呢就来动手做这个实验。老师，我有问题。师弟请说。为什么一样的风力，这一组比上一组发电的还要多？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在调整这组叶片的时候呢，有特别调整过这个叶片的角度。所以各位同学，等一下可以试试看，在不同角度的状况底下呢，什么样的发电的效果呢会比较好？各位同学自己动手试试看。怎么了？你们拿刀吗？装不进去了。这个要用，这是装在这里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叶片要装进去。叶片装进去。你们看这个风扇，为了因应趋势，学校开设了绿色能源课程，从叶片的设计、制作、组装到测试，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哦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的风扇自己做？好棒哦！我也想学，我想做自己的专属风扇。这个过程不但包含了基础机械原理，未来还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哦。小风扇也有大创意。这样的绿色能源课程果然可以激发脑袋的无限发想，把东西做出来很有成就感，说不定我们几个合作也可以有惊人之举。可以试试看，有梦最美。在学校有这么多的实务经验，凯文，我觉得校长派你来云林而不是其他城市，一定有他的特殊用意。老实说，我开始觉得校长是在整我，要处罚我，但现在想想，或许校长有他的用意吧，只是我还没找我答案。别急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对啊，我也相信。凯文，你就放心吧，至少现在你还有我们呢，就别担心了。接下来到我们学校看看吧。好啊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对啊。宜真，你们学校有什么特色课程？就是人啊。人。人。就是以人为本的服务，
像是社区服务、志工服务，学校就有课程培训我们成为青年志工哦。像是暑假期间的小文生营当中，就由我们担任大哥哥大姐姐。我们规划各种不同的学习课程，让住在附近的小朋友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哦。哦，好有意义哦。嗯，对啊，学习怎么去付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小朋友与老人家，你们都接触得到了。对啊，社区里主要是服务弱势家庭和独居老人，像我们学校就会不定期和基金会举办探访哦。因为有你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透过访视和陪伴的过程，我们也间接更明白社会上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也在无形中学会了知福和惜福。难怪那时候你们看到我会愿意过来帮忙，要不是你们的热忱，我可能会埋怨甚至讨厌这个地方。我觉得我好像要上到一堂课了，而且这堂课好像终身受用哎。嗯，那说好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去为社区服务。好啊。聊了这么久，我的口都渴了。你们大家都口渴了吧？那我带你们去喝一杯不一样的茶。走，去我们学校，快动考文哦。好啊。这台机器呢，就是我们的炒青机，它目前正在转动。那我们把刚刚同学辛苦揉出来的茶青呢，慢慢的把它丢进去。我们现在把最后的这个步骤呢，就是把杀青碗的茶叶呢放进去揉捻机，在揉捻的同时呢，我们可以把跑出来的茶叶呢轻轻地拨进去。你知道吗？全台湾有四所学校有制茶设备，我们北港农工就是其中一所哦。制炒这么难吗？其实是不简单，它需要经过五道工序来进行：萎凋、杀青、揉捻、干燥、烘焙。另外也会依此来发放证照作为依据哦。咦，佳琪，那证照有什么用途呢？我们考照后，它会发放一张制茶丙级的证照，它是一项专业的认证，也是一个就业的优势。而且茶文化在台湾也是非常重要的产业之一哦。那你们这些练习用制好的茶，制后又做什么？制茶后当然就是要泡茶啊，所以我们也有一门茶艺的课程。茶艺课，你是说那个教你怎么泡茶吗？我看我爸都直接拿钢杯冲哎。茶艺课有个艺字，肯定是门艺术。嗯。要冲出一泡好茶，除了要了解外在条件之外，也要了解学茶道的礼仪及学问。毕竟喝茶已经有千年文化了，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把它说完。我也是上了课才知道，喝茶不是一口把它喝完，而是要慢慢品尝，品尝它各中的滋味。就像这样，你们可以闻闻看。一杯小小的茶汤，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。而且在学校里就可以学习到从种茶、制茶到品茶的过程。对啊，茶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耶。嗯，你们真的很重视文化的保存耶，不仅古迹与传统需要维护，像你们北港农工培植新的茶艺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也很重视耶。嗯，说得不错哦。哎，怡珍，你回去可以教你老爸泡茶了啊。凯文啊，你的手怎么肿了？可能刚刚瞬间移动受伤。哦，要不要去我们学校？我刚好做止痛膏，可以帮你服药。好。我们今天要上的是止痛膏的课程。那从黑板上我们会看到，制作止痛膏的材料有：紫草、当归、麻油、地蜡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止痛膏啦，止痛膏是我们这里很常见的家庭备药，它的用途很广，刀伤的时候啊，像你这样擦伤的时候啊，或是烫伤的时候啊，你蚊子叮的时候也可以用。来，我帮你擦擦。好香哦，
谢谢。不会。这东西可以自己做吗？当然可以咯，卫生护理类啊一直是我们的专业，而制作指纹膏只是我们实际操作的课程之一。哇，医生，你好专业哦。难怪大家都说你们学校是医护人员的摇篮。我还差得远呢。虽然学校的课程已经很多元了，但是为了能让我们更了解未来的专业趋势，学校与中台科技大学、江南药理大学共同举办体验营，增加我们对药学还有生物科技的认识哦。哇，专业技能的培养果然要理论与实务并进。对，在乡下，老人家对于医药护理没有太多的认识，在这里有这样的专业领域，也有助于推广了。对啊，英轩，以后可以多教我们一些有关于护理的基本知识，也可以让我们回家教阿公阿妈。当然有问题。听过你们的分享，我开始期待接下来在云林的游学生活。虽然云林沿海的教学资源没有大都市来的多，但借由学校推广的均质化课程，让我们有更多人的学习，也不用花大把的时间通车到外县市就读哦。对啊，就像我已经决定以后要成为专业的农业机械维修师，北港农工不但有专业的基础课程，还有地利之便呢。怎么说？云林几乎以务农为主，在地就学不但让我能更亲近的去认识它及操作农业机械呢。我赞成佳琪的说法，像我以后啊要当药师，学校的课程已经很丰富了，我根本不需要到外地就读，还可以把通车的时间拿来读书。哎，虽然我还不确定未来要做什么，不过学校有这么多面向的课程，让我觉得自己也有无限的可能。我好像知道校长为什么派我来云林游学的目的了。校长，我会好好读书的。你不觉得凯文和我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真的差很多？是啊，不知道换我们去凯文的星球游学会不会像他一样适应这么快啊。你们两个一定会吓到半死，大叫说这是哪里，这是哪里。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这是哪里，这是哪里啊。凯文、林鲁，你们在哪啊？